好，高空椰蛋老人真的来了吗？来看，就是呢，有人在离地面有近174层楼这么高的缆车索道上头，带着红色礼物来垂降送礼。随着时间逼近，在上海静安区椰蛋市集，16公尺高的大型圣诞树与多彩的霓虹灯装饰，预告浓厚的椰蛋节气氛。这是欧洲的传统。所以我第一次过来上海的时候，圣诞节还有圣诞集市很少有，觉得比较热闹，比较好玩。但要说到最令人敬佩的椰蛋老公公，非湖南石牛寨景区的这位莫属。一位工作人员从天而降送游客礼物，圣诞老人吊在高空缆车的钢索上，一路滑到了缆车旁，用特殊的工具把礼物送给了缆车里边的游客，为游客派送礼物。要不要这么拼呢？就是，这看着就挺危险的。石牛寨景区海拔高度约有523公尺，将近174层楼高。这么高的情况下，高空礼物是惊喜也是惊吓。记者陆姿宇综合报道。